去这里。我说。Hello， 我们是西楼弟弟啃鸡腿。就是呢，我昨天在范伟奇的 IG， 我看到他有分享一款面膜，觉得超好玩的。而且他把那款面膜取叫比熊犬面膜。那大家知道西楼是比熊犬嘛？那弟弟是贵宾，但是他们留的造型都是这样圆圆蓬蓬很可爱的造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是西楼弟弟啃鸡腿，拜拜。